这是酒友刚寄过来的瓶。哦，寄过来的。对啊，两斤装的蓝带。嗯，他说感觉有点疑问。嗯，哎，确实，他这感觉挺准的，这酒就假的。这酒是假的。对，水平算比较高的，回去跟他讲。来来、嗯，你看一下，到底为什么假？我看一下。来看一下。那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嗯，是感觉看上去确实是假的，但我这说不出来呀、啊，师傅。说不出来是不是？嗯，水平比较高吧。看起来是做的还挺好的。你过来看一下。所以这个酒瓶酒标都真的，因为这是回视频的奖、嗯、知道吧、嗯、所以关键看瓶帽，你看这很多这个小圆点看没有，看到了，都是体面的，看没有，真的是凹进去的，知道吧，哦，那些小点都是凹下去的，是啊，这就烟奖了，还这个芝麻螺看没有，这笔是直的，真的应该有弧形，包括这数字一看没有，这个棱角太锋利了，真的有点、哦、有点过度面，知道吧，哦，明白，有点那种弧形那里，对对对对对、哦、所以说劝你讲的，除了这之外，这个锡纸啊，说啥吧，你问看，做的挺好的。这锡纸可以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个真的，嗯、你问看，相差无几，是不是？完全摸不出区别的，摸不出区别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这个啊，算是一个很大提升。但是，你看这上面这个标志的印刷、啊、就非常模糊，毛毛躁躁的。哦，对，这一看就做工有问题。啊、你看真的，你看，嗯，就相对比较清晰，是不是？对对，这个很清晰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平行的这水平呢？还是比较高的，嗯，做普通消纸啊，真的还是很人中招的。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做的很像啊，这个很像了，很像了。嗯，这个没话，我只能跟酒友讲，跟他说一下，这酒我讲的就少喝点了。行，那么就这样吧，学会了吧？学会了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